是吗？大哥，开门干嘛不穿衣服啊？睡觉为什么要穿衣服？那为什么我要在门口跟你讲话？因为这是我房间。喂，赵先生，为什么在你睡美容觉的时间出现在我床上？我的身体告诉我这个时间应该要睡觉，但是我的心里不允许我这么做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身体跟心里都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不要理你睡我的觉。你要睡觉是可以，但是必须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帮我约 H 女来生，我拒绝。上次你因为这样子差点失去可可，不会有第二次了。嗯，哦，拜托啦，除了你之外，有没有其他方法了？滚。我不管。今天没有答应我的话，你就不走了。陈实，如果他今天睡醉的话，他跟你睡同一张床。哎，我自己睡就算有点小了。诺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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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Man 哦，救命啊！救命！